肚子痛，肚子痛，我又看到，昨天和前天往下挖的那个，往下挖的啊，往地下挖的啊，就像那个原来是水泥面上面，把水泥面挖掉了，挖下面的泥啊，把下面的泥啊，你就挖成了，挖掉了一块，就是把以前深埋的，深埋在。下方的啊，深埋在下方的那些不能消化的食物啊，因为还在那边占了空间嘛，现在把它挖走，就想把它挖走，挖了运走，挖了运走啊，挖了运走，挖了运走啊，我现在看到前面一块，就，是干干净净的土壤，就相当于啊，后面还没挖干净啊，后面还没挖干净。现在在正在往后挖啊，正在往后挖啊，正在往后挖，把后面的那些啊埋深埋在下面的，也把它挖走取走啊，挖走取走啊，挖走取走啊。现在前方，地下已经看到的场景就是已经，挖出来是干干净净土壤啊，土壤上面那些堆的东西啊，包括水泥地的面呢啊，中间。移掉了啊！移掉以后才能往下挖啊，前方挖干净啊，下面后方还没挖干净，还在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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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移走，不能消化的那些东西啊，曾经大声的把它深埋的那些，它的在这深埋，都把它移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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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些深埋的都把它移走深埋的把它移走把它移走把它移走把深埋的把它移走把深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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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走深埋的移走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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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埋的移走，把深埋的移走，把深埋的移走，把深埋的移走，是这么一个状况，好，好，再见，再见，